煮康宝酸辣汤，康宝酸辣蛋花汤，酸辣蛋花汤。好，水已经煮熟了，我就把它倒进去。好，这是康宝酸汤。边煮边旋转的过程当中，边加热的过程当中，酸辣汤会变成慢慢的变成可口美味的这个过程的颜色当中的变化。注意看哦，好，注意看汤底的一个变化的过程。啊，整个煮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加任何的东西，因为汤宝酸辣浓汤已经帮你把所有的料都配好了，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我们要加一个蛋。好，你们注意到水已经开始滚起来了，好，当水滚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打蛋的时候了。就是你的不错的酸辣汤。